把你终身喜欢你给我。爸，英雄两杰，你别想我，爸爸也是用尽我的能力才会当出现在你的面头前。人家来给我，爸，我就求你，我就是为了你的名为心呢。等你爸爸给我挂出去，我你好，我把这个东西给送给挂你。啊！我是为靠你给来关心的，爸，爸，心疼我你啊！我是我来上大头国家位啊，都是我无法度给你一面，我连你最好一面我都无看见。万万想袂到，讲今仔我竟然还有机会能看到你，还有机会叫我爸爸原谅我。那边饿了，卖个烤啊！爸爸早就原谅你啊！是我唔知天在过一个冬，我竟然去冬阳屋坐。害怕你为着要保护我，你必须按照你家己的温柔来教我懂事，来教我好意。爸，是那边把你害死的，是那边把你，那边把你害死的。慢干嘛？我不慢干嘛？那边做爸爸的，保护家己的查某囝，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呢。你不需要尴尬，对不起爸爸。既然上天给你这个天命，你的使命得先担起来。爸爸的能力比你较低，用我来保你，安尼就有价值啦。就这样，就。爸，你即卖意思是讲丽萍伊的能力比你较悬，当初你做袂到，但是伊做会到。你这个臭小囝，头脑阁真成功啊！我讲一句，你就知影后边三句啊。你拄则讲了无错，用我牺牲，我丽萍来接天命，这个亲像起起波水。才当得到最后的胜利。我哪有什么能力啊？你几啊十年的功力，我连修炼都没修炼过。天命是上天给你的，人间修行的加持也无算啥。现在你的封印已经解开了，就算不修炼也无影响。你的意思，敢是要丽萍用乌车？你对我讲多少？今麦在落车，伫个江辉啊，一阵骂之下，已经渐渐转为正面力量。刷落来，要等丽萍你去下线，安怎运用？不过我一看到火车，
江德昌伊就先知影，就要来抢，我根本无机会通运用。乌切，绝对袂当让江德昌摕去，你一定要好好守护，然后用乌切收掉江德昌。我们要哪做？才有法度用乌切收掉江德昌？啊，你搞真是好。丽萍啊，你就要保持正念，上天就会指引你一条路，无你行。你来记住，心怀无私，自然就有一条路会当行。恁大家爱共心，爱合作，事到一定成功。爸，你是喊娘跟着走？我过去做了娘子，对不起你的代志。老娘会好好跟你回去。小师妹，啊，你别安尼啦！啊，恁爸爸就是安尼啊，面皮较薄啊，对不？吼，逐工咧叫一个西面啦，我真是毋捌看过伊笑过呢。啊，这个吼是因为你当面哦，给奶奶啦，啊，叫伊爸爸，伊煞歹势呢。啊！代志交代煞，输一个啊，人就无去啊啦，就叫做吼、哦，嘴上说不要了，啊，身体哦很诚实啦吼、哦。哎呦，哦，什么人敢去呢？臭小鬼，你敢出来？你敢出来？吼、哦，什么人？一定是你后面讲话，你先改驾驶。啊，知啊。爸，我一定会把丽萍照顾好些啊，你安心嘛。知，莫敢去哦。张亮凯，好歹在我有先锋部队。你安尼顶一时吼，把你的下家手人杀出去送死呢？恁两个啊，虽然是做人细汉的，啊，不过恁嘛是肉做的啊。恁老大哦，要把手给恁哥安尼给死呢？啊，不安尼啦。您忘怪我这边，我有你想不会介绍。你们北条刚啊，你们堆里走的啦。王亮凯，小子，我跟你讲一下，哎呀，哎呦，这，哎呦，哎呦，老伟啊！这个百宝袋哦，已经在我的手了，我得看你里底有啥物宝贝。哦，竟然还有水果刀，你是行在路里，妈都咬你。您刚才是什么状况啦？啊？没啥啦，我只是要看你这水果刀哦，有来无啦？别上去！来谁呀？谁？慢走，慢走，阿毛让你死！慢走。哎等下把好，赶快去病院。爸，真正不要紧，皮肉伤尔。啊，你是安怎找着我的？是小雨啊，伊听我讲煞了啊，因为江多生一定会有后步。咱若是甲做伙啊，伊毋是针对我，就是针对你啦。我无危险，那安尼有危险的人，一定就是你啊。所以我就定位你的手机啊，结果煞发现吼，等伫路边。
啊，阮都沿路找过来吃，好家在还够一副。你们受伤？只是一点仔擦伤，也不要紧啦。那会用啊？没什么伤哦，我是好好处理啊，俺都无白用。好啦好啦，今晚先卖讲这，俺先离开这，赶紧工作先领导人来。这小姐已经买了套房啦，伊即马工作时已经变变啊，伊也无所在住啊，就暂时住遮啦。你愿意收留妈妈，我是真欢喜的。哎呦，小雨啊，你嘛较好嘴的，你敢知影？我偷摕迄支锁匙啊，那毋是因为恁妈有认出，迄是江道生做厝的。阮嘛无得发现讲江道生偷偷伫咧密室内底对公开用黑话这个证据啊！啊，陈同学，你即马是私底下摕偌济饭菜下好处啊？你即马替咧收银啊，替伊讲话哦？哇，这若唔知的人啊，会误会讲哦，恁两个才是母仔囝咧哈！爸，你来咧搞亏啦！我甲彭彩啊是 partner 啊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那我即卖用有心哦，是要改过上身啦。伊嘛是要对咧手下洗手，这都唔对。啊，你嘛卖遮尔扣分，阁有一届机会嘛？那是无给机会啊，敢会去救伊？敢会找伊来遮？主要是要甲伊讲，做好事啊！嘛袂晓遮尔啊冲动，拄只状况遮尔啊紧急啊！咱若看我教的，我甲你讲啦，伊连火化这个部分啊，直接升起来，这敢叫勇敢？这叫做白目，叫做戆啦！啊，食到遮济岁啊，啊，袂输囡仔同款，袂晓想。恁两个敢毋知影江道生有外粗残？东俊啊，因为失去蝴蝶，失去李弟。你无够可恨的准督说，你竟然对遐乌白乱舞，要摕物仔去赔，敢会好？小雨啊，你拄只物仔真对啦，我真正心情看物仔家己有几扭动啦。啊，不过你敢真正看袂出来，我是真心的忏悔，想要悔改啦。啊，嘛是真认真想要摆脱江道生对我的掌控。我只是想要证明给你看卖啊，我唔是管自私自利的人，我嘛唔是管戆戆等咧红食，等咧红台底啊。你敢阁愿意接受妈妈，阁给我一摆机会证明给你看，好不？我知你的念话拢是为我好，看到你拄只咧无够安慰来保护我，我就知影你心内一定要有我这个妈妈咧，感谢感我就欢喜的。不过，也是看卖讲话啦。对啦，我对了买青叶汤啊，陪煮煮的，你啉完啊，可再休困嘞。小不忍则乱大谋啦。我有个性哦，是不得王强彪。你做偌济啊？伊自然会看到，自然会判断。啊那无，吃紧就会弄破嘛。小雨的个性哦，都是爱用慢火豆豆啊烤，千万别去着急啦。而且拄只你牵伊手的时阵，伊无甲你撒开呢，迄就表示哦，伊对你的态度哦，嘛已经改变了啦。继续加油，我相信你母仔囝好改哦，绝对是早办的代志。好，我听你的话啦，继续证明我小雨看。